所以请问弟兄姊妹，我们那个这个这一周啊，已过一周，我们擘饼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照着这个操练，能够擘饼以前就能够预备灵，然后会早一点到，来运用灵释放灵，在聚会里借着这样的诗歌啊，把向着主、向着父的敬拜和赞美啊，把它挑起来。我们愿意这个操练，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，还是为着教会。因为这个唱诗，在擘饼，特别擘饼聚会里面的唱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如果不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主的面前，好像开一个音乐会一样，那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一个主恢复里面的聚会，必须满了神的同在，满了神的冲击力，叫我们经历了那个聚会啊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光里面好像全人被更新了。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去参加擘饼聚会？我不知道我们这样每周练了，会不会无形中会不会就被例行公事一样缺了这一个。因为我们擘饼聚会不是在那里好像搞个形式完了，我们要真干了。什么叫真干？我们真要向神赞美了，真要来感谢赞美主了，真是要为着主的这个饼杯在这里摸着他是怎样的爱我们，他是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，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。如果我们真在灵里有这个情形，你对主的光景你就得着复兴了。所以复兴不是别的，就是主在我们里面那个光景了，被你眺望起来，主在你身上是活灵活现的，活生生的，你这个基督徒一定是复兴，那个教会一定是复兴的。所以愿主啊，真是施恩给我们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这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啊，我们这个诗歌，这个我们知道有的是向着主唱的，或者向着父唱的，有的诗歌是向传福音、向着罪人来唱的，有的啊也有为我们自己唱的，是不是呢？诗歌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唱的对象不一样。但是每一次擘饼用的诗歌一定是向着主唱的，一定是向着父唱的，不是在那里听自己唱，那个一定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向主唱也有向主唱、向父唱有向父唱的讲究。讲究在哪里呢？一种啊，所谓的向主唱，就是好像我这个田阿山弟兄在这里，我向他这个讲话，我向他讲话，我喊他，我向他讲话。当我向他讲话，一面是我向他，我脸也朝着他，我那个也许在称呼他田弟兄。但是就是我这一面啊，是这一个向他唱。但是所有向对方来唱的时候，一定要看见啊，对方他的回应我的这个向他说话，对不对呢？我对他来说话，我不能说这个田地要念，我眼睛就田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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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这样，我眼睛看那里，我这里叫他你用，这个就不像对他说话嘛。那同时呢，我如果我是向他说话，他说什么事啊，什么事啊，他也不理我，那这个中间就没有交集了嘛。所以两面都要互相的向，你的向
带来他对你的像，两个交集了，就连接交流在一起了。我们向父敬拜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父他对我们，他一定不会不理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向着他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对着他这个人位，对着这个父你自己呼喊他，父啊，父啊，这个父就是向他来喊的，所以他就一定要会给我一个反应的，他不会什么，他说不理我们，他不会这样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每一次啊，不只在这里，你能够向着他，你向着他那个说话口里面向着他啊，那个声音里向着他，你一定要在灵里向着他，因为他是个灵。如果他是灵，你没有在灵里，你碰不到父的自己。所以要唱诗里面特别敬拜父亲的纪念主啊，一定要用灵来接触到这位听你赞美、听你敬拜的这位父。Amen。 所以啊，你如果你不预备你的灵，你平常灵里散散漫漫无所谓，也没有亲近主，你想在这里唱出这个敬拜父这样的摸着这个父啊，你要想还没有那个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唱诗在这里第一次操练第一堂的，我们一定操练预先来的时候要操练我们的灵，早晨要亲近主，要享受主灵里面新鲜明亮，这一个是有这一个。所以这里面这个唱诗太有讲究，太有讲究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啊，我们那么父啊，我们接触他的人位，他就听我们了。但是听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，对他的经历不够，我们那个唱啊可以在他的面前但是呢那个感受啊非常的肤浅，非常的薄弱，好像有三个孩子都在爸爸的跟前跟爸爸讲话或者呼喊，这个小孩子喊爸爸，他也是爱爸爸，爸爸也很高兴听他，但是如果爸爸说喊我什么事啊，你就看见他无论像求爸爸什么或者感谢爸爸什么，他都很幼稚，很幼稚。爸爸，我也想买个巧克力，你给我买个巧克力给我吃吧。他一定是这样，他的糖果最重要了，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。如果是感谢，说，哎，爸爸，你昨天给我巧克力真好吃啊，我真是感谢你。他的感谢为着巧克力也是很肤浅，而你越是这个向着父，你认识他，生命的长大了，你经历对于父亲的认识跟经历更多了，那么我们这个对他那个表示的那个感受啊，我们就更多了。那么这些诗歌，作诗的人当然他比我们认识父的这个一切啊比我们多了多，比我对父的经历也是多了多，但是呢我们要来体会到这一个，我们也就需要受教导，能够了解啊这个里面父对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情形。那么这个题目很明显的，他就专指父的怜悯。Amen。 父的怜悯。Amen。 这个怜悯啊真是宝贝。Amen。 真是怜悯，真是宝贝。你爱当然是宝贝，当然是宝贝，但是怜悯啊许多时候，哎，
比爱呀、啊、更叫我们感受到那个主耶稣或者父那一个对我们的情绪，对我们的那个里头的向着我们的心情。因为比方说，就刚刚三个孩子，一个小孩子都幼稚园，一个都小学六年级，一个小孩一个读了这个高中的，三个人，他们对于爸爸的那个认识和经历啊，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来同样的话说的时候，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这个感受不一样的时候，一种啊，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功课很好，一个功课很好，有一个啊，他很肯帮妈妈做家务事。那么他们来亲近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他们很爱妈妈，很爱爸爸。那爸爸的妈妈也这一个非常爱他们，宝贝他们，这个当然是很好。但是呢，也许啊，中间有一个儿子，他功课也不好，身体也不好，这个反正情绪也常常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先天的不知道怎么搞，他就是这个头脑就是很迟钝的。那么身体小的时候又是发烧，又是什么东西啊，脑子也是受了亏损。所以他跟着几个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感受的，他所能讲的，当然是就讲不大出来嘛，讲不大出来。但是呢，讲不大出来呀，你看这个爸爸妈妈是不是还是爱他？还是爱他吧，一样的爱他。那为什么同样的，他的别的孩子那么可爱，那么宝贝，爱他，这个是那个人家如果是碰到邻居，碰到别人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，有什么可爱？为什么有爱呢？因为他这个爱里面带着怜悯了。我这个孩子啊，从小的，这么不行，所以要变这样。所以同样的爱，就是又多一个怜悯，又多一个怜悯。所以这个父的怜悯在这里，他不是怜悯就不要爱了，他是爱里面加上怜悯了，就把爱呀，好像桥梁啊，就临到我们了。所以当我们提到父的怜悯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感觉啊，这个怜悯，他说第一节，因为我的软弱失败。我们不像别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很刚强，很爱主，甚至全世界。我也是软弱失败，我脾气也不好，我常常也不来聚会。我也不是好好的尽职，可是我都反正很软弱啊。但是呢，我在这里，我也摸着这个神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怜悯我。所以呀、啊。你我如果在这里，我夸神的爱，夸父的爱，这一个是可夸的。但是有的人，他更夸那个父的怜悯，哇，这一个那个甜美呀、啊，那一个亲切啊，那个感受啊，远超你一个光感觉那个父亲的爱啊什么，那个更柔细，更说不出的一种的光景。那么请问弟兄姊妹，我们这帮基督徒，我们到了现在，我们基督徒做了像样不像样呢？实在是很不像样嘛。我们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，用这个保罗的眼光来比一比，我们就差了很多。他们都是不要命的，我这个这个很多东西我是不愿意这个
摆下来的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哎，我们还能够每一次这样子薄饼，每一次来享受这个父的时候，跟他们是一样的，这样敬拜我们的父。所以你在这里真觉得，哎呀，父啊，你真是怜悯我。Amen。 所以你的怜悯真是有高大又充足。Amen。 所以怀着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啊，我们就满意在我们的那歌声里的里面，啊，我们就受感，我们就摸着神心里面那个最甜美、最柔软那个部分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所以用这一种经，我们再唱唱第一节，唱唱看啊，唱唱看。哦。抬举，你想是什么抬举啊？什么抬举啊？抬举就是，比方说，有一个人，这个老板，他有一个这个雇员，他本来是不行，哎，他特别，好像把他抬举来做了这个，好像是做了一个组里面小组里召集人或者什么，这就算是抬举。那父给我们。因着他来抬举我们是什么抬举啊？我们本来是该死该灭亡，败坏自己，毫无指望，这个罪人要下地狱下火湖的。他抬举今天成了，叫我们成了神的儿子，最大的宇宙的神的儿子，将来来承受他的基业，做他的后事。你看哪有一个抬举比这抬举更大？你说我们哪有配？哪有一个我们这个蒙恩的人能配的？我们原来是能够达到那个，不知道差了38000里呀！啊，但是今天成了他成了我们的父，我们成了他的神的儿子，他的爱子，像他独生的儿子一样爱。哇，这个不是怜悯，这还是什么是怜悯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他真是抬举。抬起我们，并且这个怜悯啊，这个还时常加多，怜悯已经够多了，已经丰满，已经是深阔了，还加多，真奇怪。有的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是觉得是父怜悯我们，但是有的时候软弱了。因着什么事啊，我们也不爱聚会了，也不爱跟弟兄姊妹交通了，也不爱祷告了，更不行了。对，那如果神的怜悯只到这一个地步，我们不行，就跟神跟父又隔了很大的距离的。但是你越软弱，他 越增加，他还是不离开你，还是怜悯你。这个就是那个怜悯的加多啊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的这一首诗歌实在是比较，我在每一节里头啊，你如果揣摩它里面的意思，你真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说第几节说，我能够惊奇，父怎么会有这样的怜悯？Oh
天上的